大家都觉得拳击是一样很血腥的运动嘛。小的时候我觉得想都不敢想自己会成为一名拳击运动员。我觉得拳击给了我，让我觉得我是一个自己看得起的人。我12年开始变成一个队的之后，就感觉像家一样吧，就是都是家人。但是我又不能想象我没有拳击我能干嘛。在6年级之前吧，就是一个胖胖的女孩，然后班里面男同学都特别欺负女孩子吧，也不愿意跟我玩，家里面也不富裕啊，然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看得起我的地方吧。靠，你家是不是有点多是吧？一手爽。有一次在小学的时候，队里面过来招生，那段时间妈妈身体不舒服吧，就没几天就查出来了白血病。因为我不想给家里面负担了，所以又没得选嘛，只能说就选择这条路啊。对啊，你是不是要压一下？好，上去了。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比赛，所以说呢，比赛的时候怎么做的，我们平时训练就怎么做啊。所以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靠的是你自己啊。既然我们做这个，我们没别的可以做了。我现在考清华，我现在只要你考上，我一个月给你50000，你能考上吗？考不上啊。我们既然选择了，就好好去努力去啊，一定能成功。现在今年也全国前3，与运动健将通了。明年就可以上大学了，这在他那的吗？同龄里边多难的一件事情。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大家好好去把握去，是吧？嗯，好，行，来，走。吃菜叶子呢。对你奶奶吃菜叶菜叶子洗过了吗？野菜蒲公英的那个下面的可以吃。你跟个兔子似的嘎嘎吃草，有味儿吗？你吃吧。拜拜。大傻逼！走吧，走，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哇塞，有点冷。哇塞，有点挡风啊！抖起来啊，颠簸哦！哎。还好吧。
打呗，还能说啥？伤啊，伤，伤这种事情上台就不知道。对，怕什么？只要能撑到比赛上了台，打完了赢了，赢了就不疼了。哎，赢了就不疼。我其实也挺害怕的，万一妈的又复发了就废了。这个过程中也吵过闹过的啊，很严重。你还想起来最严重是哪次吗？想不起来。我也想不起来，我只记得我们的好，没有记得不好。我都记不起来。我觉得每次不开心的事情很快就忘了，但是开心的事情永远都记得。嗯，对。在比赛之中，我最大劣势就是身高嘛，身高矮，人家身高都会比我高个20公分。但是人家觉得很搞笑嘛，你这个身高还要打75，你都变成球了，就这样说。我拿过最好的成绩，现在是全国第二，也达到这个健将了嘛。其实上大学也是我爸爸妈妈的期望。然后我想下一步的话，就是这次比赛好好打，起码也要拿一次第一，才能圆了我的这个心愿吧。这个、我想用那种，就是我的爱好，跟我这试一下。哎，这是你试一下。我这个，他们换衣服不要。您将确认五到的，请带好随身物品。现在马上就有比赛了，叶金，我这水在喝。你是队里的希望，包括盛楠，我不担心他，你就是最好的，你在台上就最棒的，你就是最闪耀的。来，来，怎么田家军来。陈家军为了梦想加油。裁判不理你。昨天晚上一宿都好像都在做不好的梦，就是刚开始做梦梦到就是我妈好像那个病犯的，就是一个脑瘤好像。咱们哪个台啊？这个台。这个。然后就做那个梦，然后就一直在哭。然后后面就梦到自己，就是好像从高的地方摔下来。看准了，已经控制了，他只有自己控制，看准了。
深呼吸。第几球？四川全国运动员张启峰回杆。最后十秒的时候，就是被按到地上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起来。麻这个腿麻，这边这个？这边还好，这边腰麻，这边腿麻。那你站得好，哥哥。今天也踢了吧？是了吧？行了。哎，你忍了。做个椎间盘的事情。好学习的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你那个椎间盘突出以后，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发作。如果说到了以后，腿麻腿痛的时候很恼火了。有可能还需要手术处理。是，回去就啥也不行，我帮你晾晾。为什么要找妈妈了？别跟你妈说，对吗？这好意思跟你妈说。我也不喜欢认命，我没办法承认我是最后一个。你回个氧气罐怎么样？那我给你们送医院好好检查。我又没有骨折，运动员哪有不受伤的？你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。骨膜撕裂就跟你这个刀枪刺扯开一样，疼两天就好了。我得陪叶静打完了。你把这个彻底养好，要不然的话，行。不行了，今天真的不能打。我今天把上学的弄好了。我就努力的把状态进入，因为我还有叶静的呢，我必须得进入。我每天吃着止疼药陪着他，我觉得他是需要我的。我们这是个很完美的团队。大哥，起来蹦跶一下吧。我当然会羡慕他，我看着他一场场赢下来的时候，我还会感叹，要是我再长高十厘米，我也行。怎么办呢？要不打折了，重新再长一下。操！对，好的，漂亮。如果说遗憾的话，就是我没有成为最高领奖台上的那个人吧。现在是金的呀。对呀、啊，我说第一次看到银的嘛。你死吗？你在傲什么？给我头！不行，我要挂几天。我这几天都带着他睡觉了。拳击就是这么现实的东西，没有什么，就算不甘心也没有用啊。好，这样咱们今天开个小会啊，这个因为马上我要带着叶金出征了啊，这次机会非常好，能够入选国家队啊。对我们每个人，包括对整个队伍的发展，这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啊。这样，因为我们走从调令上来看，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但是，一旦入选的话，我想应该入选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啊。入选的话，可能就是周期会非常长，可能是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。我一直觉得叶金就是一个没有血缘的亲人，但是他现在
样样都比我强，也没有那么需要我了吧？他一定能拿奥运会冠军。即使跟我没关系了，我也会为他高兴的。就算全世界不相信他，我也会相信他。只要你不跟我在一块儿了，你就装。太大了，我要八寸行李箱装不下。那不能买个40寸的吗？哪有40寸的行李箱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给我定制一款。定制一款？那光装你，我衣服到哪？你装我还要衣服干嘛？我天天背着你训练呀。走吧。我又还说中你了。送你了。前段时间很抱歉，没事的，嗯，我走了，照顾好自己，好吧？我操，我腰不好，好吧？嗯，照顾不好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要走呀，我要出去打仗了，啊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嗯，没关系，我会努力的，到时候拿块牌子给你们炫耀一下，好吧？别哭了，好吗？你的妆都哭没了。拜拜，你还没走过我走呢，照顾好你自己。